climbing the Table Mountain.总算来到了孤独星球推荐的地方，南非的心脏开普敦。尚未苏醒的日光里，桌山与我浓云对望。精致可口的早餐是旅程最佳的打开方式。Border Beach 的非洲企鹅是唯一能在非洲大陆上繁衍的企鹅，它们蹒跚的舞步和歪头好奇的眼神里找到自由自在的快乐。我也终于来到了教科书上的好望角，海岸线崎岖，悬崖陡峭，左手印度洋，右手大西洋，两个世界仿佛因我而融合交汇。很多人以为这是非洲的最南端，但非洲真正的最南端是坐落在南纬34°49′ 的厄加勒斯角。偶遇雨过天晴的落日，丝毫不见慵懒与颓废，像是海与天刚刚孕育而出，生机勃勃，霞光荡漾。高山、海洋、夕阳、晚霞、星空，这一路是自然雕刻的浓墨画卷，我悄然踏足，满是沉醉。开普敦，一座颠覆你对非洲想象的城市，一座第一次来就会深深爱上的城市，一座不仅有壮美的自然风光，还有旺盛生命力的城市。我是雪梨，带你一起走向世界。